最近科学家发现，如果删除酵母细胞的特定记忆，可以延长其寿命多达 60%。 如果这种基因也在人类身上被找到，我们可以删除它来关闭老化过程。这项研究已经发耗费了华盛顿大学巴克研究所科学家10年时间，好几台显微镜不停运转，终于发现影响衰老的这部分基因。这项结果发表在《细胞代谢》上，让我们期待科学更发达，每个人都能年轻的一直活下去，或许可以移民外星的一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